Hello， 今天做了一个炸鸡排，妈馋死了，然后不知不觉就把它切成了一个心形的。不得不佩服我自己长双妙手，加点蜂蜜酱。好，留了留了。我裹了厚厚的面包糠。哇哇，好嫩啊。哎呀，这炸鸡排我都馋好久了。超满足。哇，今天的主食是酱豆腐盖饭，这个是芹菜粉，满满的豆腐汤汁。哇，豆腐勾了两遍芡，特别嫩滑。今天有肉了，这粉儿再不吃就坨到一块儿了。哈，嗯嘛。尝着我的芹菜叶，芹菜叶炒到菜里边不好吃，然后拌着吃好吃。不说别的，你就看看这橙仔咋样。我的天哪，两片肉，这是要不过的节奏啊。
粉类吃上就上头，老想夹。太香了，我本来是想给它搅一搅吃的，没想到这样整张拿起来吃了。留了一块到最后吃。